如果一点都不跟他一样进行分化的话，然后万一给他两方打一化，如果并行的话，怎么你发现你补不出来了，对方还是你。巫妖打了个大无敌，冰龙来也，64人口来了，还是想要进攻，对面50 NC 连接，部队往后退，杀一条狗，但这只熊也危险，对方现在是有三连杀，还是被对方 Nova 带走，吃了团补顶出无敌，死期要回了，瞬间能不能再点一只鹿，火力果然够强，四个蜘蛛加一个浮球巫妖，对，还有一个大家也是远程，死期的血效有点尴尬，嗯，放了头环，吃了一瓶血，应该会再点一瓶吧。啊，又点了一瓶，还是要上。这边过来又是补了一个无敌，还是要连黑胖子。但这个金钱现在目前应该是缺的相当厉害，你要出大量血。OK 啊，他现在这个钱是67人口，泰德67人口180，他是。49还在50一转，这个希望不要像第一盘一样攒钱攒过头了，嗯，哇，经验之书加上回眸光环，这两个光环都很好，嗯，熊和鹿都需要这个魔法，尤其是熊，但是泰德已经不给对方攒兵的机会 了又一次的冲到了尼克的主基地，而且有两条冰龙五个蜘蛛，尼克这个再一次没把钱用掉，嗯，然后一道闪电加一个诺瓦，小精灵还没有能够来得及爆，吸了一下娜迦两点，就看也没看，嗯，这次法力燃烧完全了，被点掉了，加了个死亡缠绕，还是死了，但同时间已经点掉了对方两只熊了，熊现在已经没有了，这蜘蛛打小鹿变成了无比强大的存在，对，冰龙可以在后面歇着了，先点英雄。这手动要黑炭的 run， 好，一瓶血吃掉，恶魔猎手没血，喝井水喝光，这里走不进去，浮球又一下绕个圈，好险，啊，那家就没什么幸运了，嗯，哎，还好保存进去，商店没有了，冰龙死了，那家升级，但是亡灵还是有大量的蜘蛛，又是一个 nova， 对，那家倒下，光杆司令了，GG。